是猎人哦，在早期是喜欢去狩猎、去打猎去的哦。那回到部落庆丰说，对女孩子都非常的尊敬，都是用这个口簧琴来追女生。所以现在各位来宾所看到的动作就是口簧琴的动作。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接下来猎歌。猎人回到部落庆丰说，女孩子要欢迎勇士回到部落之前要跳没有竹竿的竹竿舞，因为竹竿先去做竹筒饭哦。比较简单的一个泰鲁格族舞蹈文化，我相信各位来到花莲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暑假的丰年祭，七八月举办。那丰年祭指的是我们花莲的中南部靠近海边海洋的民族，全台湾原住民人数最多的就是阿美族。各位看到阿美族都是成千成万，都是一个大部落，可是各位来到泰鲁格峡谷完全相反，这里是属于高山的少数文明民族，是属于散居的一个部落，这是男生都学都比较害羞，都喜欢去守。